管啥大忽悠，你今天出卖这玩意儿，别叫我艺名行不行？孩子爸，哎，要我说这个拐就别卖了。因为啥呀？这满大街的都腿脚好的，谁买你那玩意儿啊？你废话，不卖了，做这副拐又搭工又搭料，一天一宿没睡觉，不做不赔了吗？哎呀，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，能卖出去吗？你还不了解我吗？还管我叫大忽悠呢？我能把正的忽悠邪了，能把蔫的忽悠蔫了，能把奸人忽悠蔫了，能把小两口过得挺好，我给他忽悠分别了。今天卖拐一双好腿，我能给他忽悠瘸了。你可拉倒吧，信不信？我就不信人家那好好的腿，你就能给人忽悠瘸了？你看吧，这就是我强项。我还不到你的强项，我们孩子爸可有意思了。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，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，听说人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，听说人家别说了，这叫市场抓好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。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拐卖了啊！拐卖了！走！怎么回事？拐卖！谁要拐卖你啊？那他拐卖了。你要拐卖啊？你啥眼神啊？拐卖拐卖，我能拐卖这样的？你买呀？你们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是啥事儿啊？你多管闲事儿！我俩是两口子在这玩呢。没事玩呢。谁两口子？大过年的。卖媳妇玩儿，哎呀！拐卖了，非常严重。啥呀？太严重了。说啥呢？没你事儿。啥玩意儿严重？应该告诉你，不告诉这病危险。没事，我要看出点问题来，媳妇不让我说，你也不能信。你走吧，没事，没事，走。神神叨叨的，你可真是就这病发现就晚期。你怎么回事你啊？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，怎么回事？别激动啊，看出点问题来。
哎呀，说你也不信，你得说出来，我信不信的，怎么回事？先不说病情，我知道你是干啥的，还知道我是干啥的？我是干啥的？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？啥？那是不可能的。废话，大老板有骑这个出来的吗？真的，我没觉着，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。对了，这不是主要病症，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了？为啥？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，把上边憋大了。那是哪儿憋的呢？腰部以下，啊，脚往上，腿啊，对头。不对，我腿没啥大毛病。走两步，没病走两步。走两步你鞋没毛病吧？有啥毛病？一根高一根低，
这是旅游鞋自个儿的。对头，就是你的腿有病。腿？一条腿短。没那个事儿，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，那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。卖裤子告诉你，你还买裤子吗？谁像我心眼真好啊。这样吧，我给你调调，信不信？你的腿随着我的手往高抬，能抬多高抬多高，往下使劲落，好不好？信不信？腿指定有病，右腿短，来，起来。好。